就是该自律的时候还要自律，啊，就不能光是吃回去啊，或者喝回去啊，这种提法的话，我觉得都是，当然它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啊，比较这个这个让人感觉感觉很刺激，对吧？比较容易简单的一个喝的方法就是最好的，我用简单的吃的方法也最好。所以我们讲这些情况呢，一定要就是说，你可以讲事实，你说某某某吃什么什么。